大家好，我是赵丽颖，我是范冰冰，我是张若昀，张艺兴，我是吴亦凡，杨洋，张艺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米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碧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尊。我觉得家人身体健康就是一件最快乐的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娜娜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涛。陈坤，张医生。双十一让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去天猫。大家好，我是 Henry 刘宪华。我是金梦佳，周冬雨，宁泽涛，我是张翰。大家好，我是谭松韵。大家好，我是周笔畅。我觉得只要肌肤水水的亮亮的，就会很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继科。张威，邓伦，我是 Ella 林海璐。那么我觉得呢，在生活当中最开心快乐的事情，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东西，花一些时间亲手去布置自己的小家，时刻把好的状态展现给爱我的人，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。亲手为家人挑选，亲自为他们下厨，我也很开心。双十一，我在我在天猫等你。